还有嘞，哪一家？老镇三镇，就你回来去那里问了，应该都九个人。还有嘞，老武汉的，然后前头还有个民生甜食馆。甜食馆到处都有，或者那里老店我都去过。这一家建议买，这一家反正是非常有，我说的说当时要建议一定要去吃。在嘞。这个锅一般像那种大碗，吃完一碗还想再吃完。什么雕吗？刚才有个人，一个奥迪在这里买我热干面，被贴了条子。有点贵。有点贵，那这也是100块，100块。看到远处这个黄色的，黄色的条子没有？有点。我不加油炸的，拍一下，拍一下。我不加油炸的。是直播吧？啊？是直播还是抖音啊？不是抖音，不是抖音，我们做美食节目的。录播。我们宣传一下这个油条，又酥又脆。来。我是第一次。你下来的。老板辣椒，要一点点。嗯。原创不易，不准备找你们要钱。现在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支持我们，就是打开你的微信，在微信里面输入武汉星期天，然后呢找到我们的公众号，并且点击关注，在底部会有一个往期视频，就是我们发的最新的一些文章都会在里面，包括怎么去它的背景故事地址都会在这些文章里。然后重点来了，就在文章的最后这个底部有一个广告，大家只用点进去然后退出来。